哎呦，这车真头疼！感谢火锅，感谢感谢。我现在有个锤子，我就给它砸了。坐一会儿吧。那边可以坐，我要衣服给你吧，要把衣服给你。我稍微自己坐一会儿。躲一躲。能坐吗？可以坐，可以坐，肯定是 OK 的。坐一会儿，车子有点问题。切餐四个火锅，啊，衣服。我都要快拉到头顶心了。这样会好一点吗？我觉得室内好像比室外还冷。真的假的？嗯。我把衣服给你吧。不用了，你穿。嗯，我还好，习惯了。好绅士啊！谢谢。哎，一分钟，你断电了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是 OK 了，应该是断了。全断掉了。应该是断掉了，我锁车就断掉了，锁车不可能有电。还好不冷，一会儿没关系的。你再来蒸一锅。你别明天感冒了。那是你的事情，你得对我负责。那你就去不了长沙了。我感冒了，你就陪我去长沙。为什么你那边那么白，我这边那么黑？阴阳两隔。这样子你就白了、哦、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这边有光。对。往前拿。我下班了，下班了吗？下班了。哦，好的。你明天几点上班啊？啊，七点。七点吗？啊。你住的，你们是公司有安排住宿吗？有，在那，对。好，在那里。好，行。好，你去忙吧。他赶我们，拜拜。赶我们走了是吧？哦，这是你抽烟的那个吗？啊，对对对。看不到吧？应该看得到，等一等，来说这样好。好了吧？一分钟。两分钟了。两分钟了。嗯，22了。我再去看一下。再等一会儿吧。啊？嗯。万一呢？对吧？等三分钟好险奇迹。好了是吧？他们说好了，我去吧。没事，你再等我，你别去了。我去试一下我的车，可以了吗？哇，真冷，我操！哎。哦，你这个乖乖呀，你耍我了是不是？什么态度你？我花那么多钱慢慢你给买回来，你跟我耍脾气是不是？啊？啥意思呢？你跟我好好的唠唠，信不信我给你两大嘴巴子？你能不能跟我说话？我靠！好了，给你两大嘴巴。英国时间的吧，你看一下英国时间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嗯 ，OK 了，英国时间。你把衣服先给我吧，我先穿上。冷不冷？走吧。
好了，就不回去换车了啊。你穿的衣服跟没有穿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是的。太薄了。嗯。你里面的呗。对，我不喜欢穿太多，穿太多不方便。拿着拿着，你分给你那些同事，一包。不会车拿着了，你这么过分。哎呀，没事，抽完了再跟我讲。真别还给我，啊！我不抽烟，给我没有用，放着也放着，拿着就行。不是，不然你跟那个，你跟他们分了呗。不是，你跟他说一声，你跟他说一声。你跟他们一包一包分了。证明一下。啊，证明一下，证明一下，你分了呗。你跟他们分了。你给你这些兄弟分了，下次我再给你。你分了。换什么？分了呗。从来不知道，心里不踏实的。有什么不踏实的？送你两条烟又不干啥。分了。能飞出来的人。你老家哪的？安徽的。安徽的是吗？安徽挺近的，其实。安徽离得远，当然都是同地。分了。那是你们队长不？啊？啊？不是队长。啊，你分了呗，给队长两条，给两个的两包。我走了。啊，比较老实。换什么？你们说。换什么？妈妈，你换车吗？你会开劳斯莱斯吗？会。啊？不会。会吗？会是吧？我不敢开别人的车。有保险的呀。不会开。不是，我车有保险的呀。那我知道啊。保险也不用怕。你开呗，我穿着高跟鞋不好看。你看什么高跟鞋？还好啊，你知道。开个两台车出来兜兜风吧，你帮我开一开行吗？行，可以啊。好吧，我、我开两台车。你刚刚不是说嘴干吗？你要吗？要什么？要。你忘记了？我都记得。为什么你这一边是拉起来，一边是下去的？它这就是一个小设计。哦，设计。哦，是这样子，你能帮我怎么不会擦哎？太干了。哎！来了。自己怎么？你帮我搓。刮的不看就这么。好吧。你上云通云。上云通。给我涂外面去了，就是要涂外面去啊，不然会很干。哎呀，好像好亲嘴，好像很爽的样子。很嫩。这样吧，我这样。车呗，去兜兜风。啊，你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就出差嘛，然后我把劳放你那，然后你帮我去保养一下，然后你帮我开到，那个到有货吗？有货。我把车要开去哪里？我把车给你，帮我就放你那吧，然后你可以帮我保养一下。行。那车也不怎么开。可以吗？停我家后面。停你家后面？嗯。路边吗？里边。好、哦。嗯。你家有停车位是吧？嗯。OK， 那走了。等一下，那就这样子。那等一下。等一下呢，我就把手机放在牢上面，然后让他开牢，我开前面，好吧？你们就在牢上面。你确定会让我开吗？可以啊 ，OK 的，我车钥匙都在，我车钥匙一直放车里。可以吗？嗯。然后我们去吃个小红帽，可以吧？啊、好辣呀，这唇膏。嗯，它是清凉的。我跟你说，你明天马上皮都没有了，真的。那个钥匙就在我身上。啊，就这样了啊，出发了啊，就这样了，出发了。那我不会开怎么办？你教我。就是宝马是一样的，劳斯莱斯就是宝马。我照样会教你。开别人的车我很紧张吗？你把我车换了吧，你赔给我就行。好。
好不好？行。拉钩。我就跑走了。行，出发。出发。小红帽。你吃过小红帽吗？没有。就包子店，很有名的。走了啊。